5月22日，云台延津县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。5月21日7时50分许，延津县庙坝镇庙坝中学发生一起持水果刀伤人案，犯罪嫌疑人夏某某，男，15岁，延津县庙坝中学学生，已被公安机关控制。该案致一人受伤，伤者徐某，男，15岁，延津县庙坝中学学生，经送医全力抢救无效后死亡，案件正在侦办中。